第十三周呢，我们介绍的是左手的密集伸张的指法。这个种指法呢，特别是在拉减七和弦的时候用的很多。我们首先来练一下，是四指的伸张，啊，我们一起来练。预备起。接下来第二种，我们是一三指后退，啊，来，你们来，预备起。好的，下面是二四指后退，预备起。第四条呢，是二四指后退呢，是紧挨着一三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很好，所以这个一指先要放好，哎，然后来了，啊，成了一种密集的时候，啊，密集的指法，预备起。现在呢是一指往回退伸张，但是这个二指也往回退啊，我们找机来发发的去找回来，预备起。哎，要回来对吧，预备起。